可以是不争的事实。歼二十起飞重量超过35吨，如此庞大的机体，中国现有的发动机明显吃不消，而中国又没有从俄罗斯进口过4代机的发动机，由此推测，中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大推力飞机发动机。而更让人超音速巡航，所以作为主力的这种4代重型歼击机，这个歼20呢，巡航是4代必行的。进口过4代机的发动机，由此推测，中国已经拥有了新5代战斗机，却在加快步军，将改变中美空中军事力量对比。不过，有分析认为，歼20战斗机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直追的一个机会。当然，中国跟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相比，特别是在这种发动机技术、隐形技术以及最顶级的这种电子雷达这样的一些技术上面，Washington está preocupado por el ambicioso programa militar del Ejército Popular de Liberación, una fuerza moderna con mucho poder aeronaval que va más allá del rol de defensa. China se prepara para atacar. 歼20这样的这种战斗机呢，它在空中作战的时候，西方有外媒还。